今天是我们在纽约的第三天，前两天呢我们分别尝试了韩国城的韩国菜，还去到了法拉盛尝试了当地最正宗的中国菜。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尝试在纽约最近的非常火爆的一家日本菜，就在我的前面。我们今天要去探访的这家日本餐呢，就在布鲁克林的桥边上。走。这家日本餐呢，最近的火爆了整个纽约城，它藏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落，就在我们这边。U and E 237 KNM。这家日本餐厅走进来之后，感觉就像走进了写字楼，一点餐厅的影子都看不见，看起来非常神秘，感觉里面另有乾坤。进到餐厅里什么都看不见，好神秘。Is it true? Yeah, sure.穿过第二道门之后，小姐姐指引我们先把鞋脱了，这一步非常的有仪式感。接着再进一道门，跟着小哥哥穿过厨房，一路来到后院。在高楼耸立的纽约市，突然出现这么一块日式风情的小庭院，说实话，感觉这间餐厅在装修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餐厅提供12道菜的套餐，每人74元，在套餐的基础上还可以单独加菜。为了方便食客了解食材，他们还给了一份类似于说明书的菜单。当然，为了保证摄像师能吃饱，除了两个套餐之外，还单独给摄像师点了一个日式盖饭。12个小菜配米饭，配上海苔，再配上一个汤。说实话，每一道菜呢，看过去都做得非常的精致。那到底味道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尝尝看。迫不及待，第一道菜呢，鳗鱼配芝士。鳗鱼经过烤制，配上刚刚融化的芝士，入口的感觉非常细腻。芝士选用的是口味清淡的瑞士芝士，不会抢了鳗鱼的风头，两种食材相得益彰。是在鳗鱼上撒上芝士的做法，这种做法挺美式的。这第二道菜呢，是一个黄鳍金枪鱼的 sashimi。 黄鳍金枪鱼的脂肪含量只有2%左右，它的肉质比较偏硬。作为第二道菜，我想主厨是希望我们能够循环渐进，由浅至深。可惜啊，配的是柠檬皮，味道太冲。为什么下面要配这个柠檬片呢？整个黄鳍金枪鱼我完全吃不上味道，现在只有柠檬片的味道，而且还有一点微微的发苦。嗯，说实话，这个搭配我不是很喜欢。那我们来尝尝第三道，三文鱼配三文鱼卵。三文鱼卵咸腥味重，配上三文鱼作为刺身食用，入口的感觉更顺滑，口味也更重。作为重口爱好者的我来说，这一道菜倒是深得我心。这个菜可以了，三文鱼很新鲜，配到三文鱼卵之后呢，把整道三文鱼这种三文鱼味儿给它加重了。因为三文鱼卵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食材，它跟三文鱼配在一起是一种绝佳的搭配。哎，这道菜我还蛮喜欢的。第四道呢是吞拿鱼。这道吞拿鱼口味清淡，水萝卜夹在其中尤其的出彩，明显有综合前一道菜重口的意思，看得出来这主厨小心思挺多，是一个有故事的。萝卜并没有抢吞拿鱼的味，这道菜呢我觉得也不错，甜虾配鱼子。虾尾经过了非常细腻的处理，配上两种不同口味的鱼子，虾肉的柔软结合了鱼子的绵密，让这道菜的层次感特别突出，有一种赤足走在沙滩的感觉，舒适而又安逸。乌贼，整个乌贼呢有一点像是上过铁板的感觉，所以外面呢有一层黑色。生姜有点抢戏，这道菜没有很喜欢。尝尝这个金枪鱼的鱼呢，去托尔，这一块呢是金枪鱼最肥美的部分之一。到了这道菜，感觉渐入佳境。金枪鱼最肥美的部分就是鱼腩，超高的脂肪含量让鱼肉的口感特别的丝滑。金枪鱼过关，金枪鱼的鱼腩部分的油脂特别多，所以它入口会非常的滑，真的是入口即化。
特别的鲜美。这道菜要怎么吃呢？我想想啊，这壳的部分肯定是不能吃的。这也是金枪鱼的鱼腩，把它打成了肉末，上面还是配了一个鹌鹑蛋。金枪鱼鱼腩肥而不腻，打碎了之后配上鹌鹑蛋的蛋液，让原本已经非常顺滑的口感雪上加霜，完全不需要咀嚼，从嘴直接一步到位。你能尝到更多的金枪鱼鱼腩打碎了之后的这咸香味。哎，这道菜呢很特别，而且看过去也非常的好看。最后这道菜是螃蟹肉配海胆，上面还撒了非常珍贵的松茸，这一口呢可能10块钱吧。最后这道菜是松茸蟹肉配海胆，新鲜的海胆腥味比较重，主厨大胆地在上面放了少许的芥末去腥，蟹肉则为这道菜增加了一些咀嚼的趣味。海胆和螃蟹肉混合在一起之后，让本来没有任何嚼劲的海胆现在多了一份嚼劲，让没有味道的螃蟹肉呢又多了一份海胆的咸腥味。松茸除了让这道菜增加了几分特殊的香气，作为最后一道菜，它也让你有一种吃回了本的错觉。果然主厨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呢。所有菜都吃完了，忘记吃米饭了，现在只剩一个米饭在这儿，感觉完全没有吃呢，一点也不饱。哎，没有菜了怎么办？没关系，刚刚摄像师还单独点了一份。这份呢是摄像师点的 Everything Done， 顾名思义就是米饭上面什么都有。好，我们尝一口摄像师的，我感觉他这一份的量更足。我们拿他这个配我的米饭好了。再来一口，这个是 scallop 扇贝，这是什么鱼啊？What kind of fish is it? It's, okay, I'm not sure really. I'm gonna double check with the chef. Okay, thanks. 刚刚和服务员小哥沟通了一下，这个不是鱼，不好意思，看着像鱼，这不是，这是 wagyu， 就是和牛。最后一口，最后一口。好，我们今天这顿饭的账单了。这里面呢包括了两个套餐，我跟摄像师的。另外呢，我们还单点了一个 Everything Done， 两杯饮料加上19.88的税和43.9的小费，所以最后的总价是287.78。我们最后呢可以对这家店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这是一间呢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目前的最火的一家日式料理店，但是呢说实话不是每一道菜都让你感觉那么的惊艳，但是总体来讲呢，这边的就餐环境到当地的一些菜式的新鲜程度还算是比较惊艳到我的。287块对于这样的一间日本料理我觉得有点贵，因为280呢差不多去到了要米其林一星到二星之间的这么一个价格，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家日本料理就稍微有一点点偏贵。好吧，这就是我们这一顿的纽约的日本料理。那我们明天呢还会在纽约再多待一天。那我是九小周，我们明天见，拜拜。意大利人移民纽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由非意大利人移民纽约。意大利人移民纽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